哇哇哇，哥，这个料漂亮啊！这个绿多少钱？你过来，给你6万。6万呐、啊？这啥呀？这是啊？你看背光看颜色是不是少了？2万有没有了？有准锤的，你看。先掐多少嘛？啊，有点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是我一个粉丝啊，送给老婆的。你送没送过那个老婆？等一下我淘到了，我就转给他。2万5了，就买这么色嘛？找2万2。3万8。嗯。你说做男人难不难？难能赢那么一点点的。这要养家是不是？上有老下有小，对不对？老婆还要疼。对啊。压力大啊。嗯。对嘛，都是男人，同理心嘛。少赚一点点。再加点。新料子。对啊。你看这个紫色，有没有姐妹喜欢的？有的话，我来跟安哥谈一下，把这个料子。这当然多了，蛮多。这样嘛、啊，你看我那么多粉丝，我到时候来给你把这块料子收了。你这块料子让你。大家恭喜啊，给你捡漏嘛，捡漏，让我为粉丝投个福利好不好？3万块钱。哎呀，你这不知道怎么说啊？就不要说了，一切尽在不言中啊。那个你的3万啊。谢谢。像我们在选这种阳绿手镯的时候呢，首先就要看这个绿够不够阳，够不够辣，其次就是看它的种水了。再来看看这块榜哈、啊，真的是能看出来这个时间的沉淀，还有地质变化的一个沧桑。这个绿尽量呢把绿画在镯位上多一点。这是粉丝呀、啊、给老婆结婚10周年的礼物，他说现在甜言蜜语已经说的不多了，老婆总是嫌弃他呀不够浪漫。这次呢，他要给老婆一个惊喜。Later， 高品质的翡翠一定是色阳、色正、色浓。这个手镯大家自己慢慢欣赏吧。我只想对这个粉丝说，记得来个烛光晚餐，送上一束老婆喜欢的花，饭后给老婆戴上这个镯子，给老婆一个甜蜜浪漫的夜晚。